两天内就回来了。最少三万啦，三万才开始是紧张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然后再看，等一下会不会连死。我看到那里刚刚。元宝。元宝啦，六千倍。哦，再来再来，元宝元宝。这个都没死过，要给力一点。来个六千倍还是重点？来，记得变成六千倍。打很多了、欸，有 feel 有 feel， 继续，大哥的大哥的，再来再来再来大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八千，哦，哦，这次给力，这个都没死过，今天晚上破两个记录。三千万拜托补一下，两千多万就好。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该拿。那个banking，直接也banking。啊，那个不用banking了，不能绑。哦，暴击了，暴击了，看会不会连死一下。干摇瓜可以关掉，终于暴击一次，不是已经摇很多了？五十万在这里。干，今天的好难玩哦。你有五千，来个两三千万，这样啊？啊？在哪玩？就这样。来两三千万再看看啊，干摇超多的，基本20万的天杀，这次还打一次了，干哪嘞？乱杀了，都不连死的，大家，来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杀杀杀杀杀杀，是啊。这个来个一两千万分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元宝挪一下。刚才说没暴击就不来了，陈哥打死一只金鱼暴击。哎，看你也是一千多倍，差不多两千倍啊。啊？也差不多两千倍。学宦官就不妙，干真的宦官都是这样，好奇怪哦，倍数都很低耶，装笑哎，又差一点暴击，干那只超烂，为什么每次只要宦官倍数就不见了？也死都这样吗？感觉是宦官害的，妈的垃圾。
桥。十万机柜台。无等龙啊出来炸死一只龙啊！这摆也炸得死了，真笑！真北西啊，人帅大概口鼻风就是我感觉可以，你的嘴吼干口鼻过数袂济啊，鼻子就少，鼻子较少，鼻子较少，鼻子较少，我当然袂开始讲，讲就是死。我看是有输人。出蛤蟆！哇！哦，青沙大龟啊！小鬼耶！这大车，别讲了。这大车，你在韩国有什么？这大车，3000哦。3000哦。4000。4000小鬼，5000。5000。5000，五千。哦，这么多5000。小鬼耶。夸张。